水晶球，水晶球，可唔可以变个人出嚟陪我食饭啊？主人，加啲水落我身上啦。主人，呢度有好多少女嘢食噶，带你去啊！呢度系一间楼上咖啡，墙上面嘅装饰同埋食物都好梦幻，会令人忍唔住爆发少女心。不过原来幕后嘅黑手竟然系个男人。以前喺酒店做嘅时候咧，就觉得啲甜品太传统啦，咁可能唔系圆形就系方形，有好多时候佢哋会用色素啊、添加剂啊，咁嗰啲令到啲甜品更加靓嘅。但系如果我可能用咗啲器皿嘅话咧，咁我就相对唔需要用咁多添加嘅嘢落去，会相对俾人食出嚟会健康好多。水晶球就系最新嘅一款饮品啦，入边有盏 LED 灯。闪下闪下，可以俾少女们扮下占卜。呢只冒烟嘅雪人睇得亦都食得，系由棉花糖做噶，仲有杯榛子妹洗底。主人，等我变最少女嘅 T 恤俾你食啦。叮，呢度有14件饼，我哋一人一件啦。呢度一共有7款甜品放喺铁塔造型嘅层架，非常之精致，但系味道就有啲甜啦。少女们只可以一件起两件止。主人，你唔够饱啊，再变啲小食俾你食啊！叮，摩天轮上边放嘅就系一啲咸食，记者就认为比甜品更吸引。不过想食嘅就一定要连埋 T 恤嗌啦。你今日咁乖，我颁个最佳小精灵奖俾你。哇，呢个奖杯有3款雪糕，仲有好多配料添啊！我唔客气啦。铺头嘅卖点系以靓行先。少女们想握下 like 都可以试下嘅。